为了关怀社区，敦亲睦邻，照顾社区长辈以及弱势的家庭，花莲市农会所属的家政班爱心不落人后，趁着农历年前运用班基金提拨，30号的上午特别捐赠了现金66000元和超过1200公斤的白米、鸡蛋以及农特产品给花莲县老人暨家庭关怀协会，期盼让这些老大人们能够在寒冷的冬天得到社会的温暖。现金66000元加上超过1200公斤的米、鸡蛋、面、米香、蔬菜及农产加工品，为岁末年终的寒冬带来暖暖爱心。花莲市农会员工及所属家政班及产销班直销站农民出钱出力，30日上午捐赠红包和物资给花莲县老人暨家庭关怀协会，每盒善心善款协助弱势家庭能过好年。今年大概六万六千的现金以及1200公斤以上的一些农特产品，那我想虽然为数不多了，那我们希望能够在这边抛砖引玉，希望我们帮助这些弱势家庭，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企业来投入这样的一个活动。市农会长期以来一直在着重于我们社区的服务跟帮助我们的弱势团体，那从1998年到现在，那我们都对每年在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们都会针对老家这个部分来提出我们的一个捐赠的一个农产品，还有我们的那个现金的红包那这些大概就是我们家政班的妈妈以及我们花莲市农会所属的员工在利用他们的善心捐款让我们在岁末年终的时候，让我们这些弱势的团体能够过个好年。今年我们已经送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从这个1月初开始。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爱心的关怀，特别透过市农会结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送年菜活动，让我们弱势长者因为今天看市农会送的这些物资非常的多样化还有一些新鲜的蔬菜，那我想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些送给我们这些需要的这些弱势的长者还有这些贫困家庭。花莲市农会及所属家政班爱心不落人后，常年协助老人暨家庭关怀协会，支持老人照顾及福利，包含定期核对发票、送餐等活动，趁着农历年前汇集现金66000元，也搬出自家生产的安全优质农产品。花莲市农会表示，今年仍会执行农业部高龄照顾服务零饥饿政策，提供爱心关怀餐给弱势长辈及个人，持续为社会福利尽份心力。记者蒋邦彦，华联社报道。